开运签筒，开运签筒，开运签筒。你相信这种东西吗？哎，你我觉得通常呢，道具越精美呢，背后的这个阴谋，阴谋就更多。他要让我们抽，它里面有大熊，你知道吗？哇塞，它真的有大熊这种东西，里面有大熊，它写在外面是谁要抽啦？对啊，谁没事要去抽那个大熊的？你真的是玩真的耶，你是头壳跑去吗？不能骂观众，那当然是要抽这个大熊的啦。对啊，因为他又有大。对啊，因为你说你知道那个你说什么？马上很喜欢吗？不是，不是马上喜欢小熊啊，不是没有小熊了。有啦，讲错了。你喜欢这个？有啦。你选小，只是没有品相。我们平衡报道，这个给你。大吉，对啊，我是大吉。等一下，小吉这个给冠佑。冠佑，没有。小吉给你。阿信，不要这样，因为没有围巾。抽这个中庸的啦，中庸之道。就是吉就好。吉好不好？好。吉好不好？有一个很有名的乐团嘛，对不对？吉五人。大家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少一点就不是告五人哦，是，就是吉五人哦。还有我现在背的叫。告他来看看，来，好，哎呦，好好，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渺小。我们发现舞迷真的不能相信，那个五月天好像跟大家结仇。我刚才看到这个大熊里面，哇天哪，还好没有选大熊哎。开天窗哎。我们唱开天窗就是有个结果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开天窗。当场开天窗哎。不过他也算诚实啊。那小熊呢？小熊就是忘词。忘词还可以。好啦，可以。这不算小熊，忘词算日常。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，逃出名为日常的监牢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渺小。